长长悠长的从前方这边啊，左边这里里呢有一艘乌篷小木船，那刚才呢咱们在前方一个小花船上面的照料，哎，那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得到里面呢有一位阿哥啊，那他呢就是咱们这个土家族的这个阿哥了，那待会儿咱们游船回来的时候呢，同样可以欣赏到咱们这个阿哥给您带来的这个原汁原味的山歌了。那不过呢在这儿要告诉咱们各位家长看一下啊，这个游船的正前方这两座山尖尖的山峰啊是V字形的，哎，右前方边啊，也就是这个所说的癞蛤蟆的嘴巴里面璀璨晶莹，特别的漂亮。那当时呢被咱们这个当地农民发现以后呢，那就称它为金蝉含玉了啊，全世界观一年只能够看到一次的。那所以呢如果说嘉宾啊你有兴趣有雅兴的话呢，那在明年的8月15日啊，那你可以带上您的亲朋好友来到这儿啊，再重游宝丰湖来观看咱们这里的绝世奇观了，孔雀含玉。那现在呢，哎，咱们这个嘉宾啊，如果说还是没有看清楚的话呢，从咱们游船的左后方你可以看。果然准确了，是鳗鱼，鳗鱼啊，鳗鱼啊，鳗鱼还是鳗鱼还是？是宝丰鳝的鳗鱼吧？那里面呢有水蛇，是鳝吗？对，好小一点啊。好，那咱们待会儿呢，咱们这个嘉宾啊，那把这个歌词给想好了啊，不足的、摇滚的、地方民歌啊，那都可以的。第二个字句可以省，可以呢，加一个幽默可以啊，那这样就行了。所以现在呢，咱们这个嘉宾呢。歌词想好了之后呢，就可以来到咱们这个船头了啊，可以来到咱们船头。那特别呢，现在是咱们今天推荐咱们游船里面的阿妹啊。那因为呢，咱们这个阿哥的山歌船马上就要到了啊。那不会唱这个山歌没有关系，随便唱啊，只要是会唱的歌曲，四句为一首啊，后面加一个优惠就可以了，就可以跟咱们这个阿哥来对唱了。那如果说咱们这个阿妹呢，您还没有想好的话呢，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咱们过去的时候，咱们同样的还是可以用热情的掌声，可以请出咱们的阿哥给你唱山歌了啊。阿哥给你唱山歌。那不过呢，咱们这个嘉宾啊，那靠近的时候呢，就先听听咱们这个阿哥来唱了。那唱完以后呢，如果说阿妹你想好了，那可以来到咱们这个船头来开始对唱了啊。我唱啊，你们唱。唱山歌。跳上来嘛，对呀、啊，要把他带回家去洗脚去。不会洗脚。咱们这个阿哥的这个歌里头呢是有丰富的奖品。那刚才阿妹没有告诉您啊是什么奖品呢？那其实呢是一台这个全自动的洗衣机啊。哎，那以后呢您的家务活呢您就不用做了，就由他给你来做了。所以呢咱们这个刚才呢也谢谢咱们这个后面啊这位阿妹的优美的歌声。那咱们那咱们那个听完了咱们这个对歌以后呢，那待会儿咱们这个阿哥啊那就要想好歌词了。那咱们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展歌喉的时候了，所以在这儿呢你就要把歌词想好。那待会儿咱们过去的时候对歌的时候啊，您刚才都有听完了咱们的阿哥阿妹唱歌，那四句以后呢有一个哟吼喂啊，那这个哟喂呢在这儿其实是一个邀歌的意思啊，那第二一个呢就是打招呼的用语。所以呢待会儿咱们这个阿哥一定要记住，唱完歌以后呢这个哟喂不要忘记了。那如果说你不唱右位的话呢，咱们这个阿妹呢他就不知道，他就在这个小花船里面不会出来啊。那你要唱完以后加上一个右位，咱们阿妹就会出来了。所以呢到时候咱们这个阿哥你心里面也不要特别激动，一下子给唱错了，唱约会了啊。唱成约会以后呢，咱们这个阿妹他也说不定啊，他也不会出来，因为比较害羞嘛，对不对？所以呢咱们这个嘉宾啊一定要做好准备。那现在咱们游船来到这儿以后呢，就要一起看一下在咱们游船的左上方啊，
这里呢有一座巨大的山峰嘛，向右倾斜的。那在这儿呢，我们称它为神游峰，意思是说呢，只可神游而不可攀登的地方。来看一下这个钟馗呢，就是少不了有帅哥来偷看了。所以接下来呢，阿妹要隆重推出这位帅哥。他其实呢是说的非常正确啊，是提倡环保的女颜色吗？啊，哎，那咱们游船过来以后呢，你可以回头再看这个猪八戒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猪八戒总是在我这儿等着眼睛哥哥啊。你想吃这个猪头肉的话呢，不妨呢在咱们这个游船的左手边这个石壁上来找找看啊，看能不能找猪骨的下酒菜就有了，对不对？可以红烧猪头肉啊，给妈妈找一下。俩人一起上，那咱们嘉宾热情的掌声，王老师，掌声响亮，非常好，上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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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这个阿哥，如果说您不站在这个船头也可以，您可以站在原位啊，就站在那个地方，对着咱们小花船唱。还是这个、啊、对，他是刚刚那个刚那个绕回来的。不懂，刚才小伙子听我听不懂，就是还要不对，对，我们怎么样呢？啊，这弹啊，他唱啥呀？他唱什么？他唱什么？洗过脚。哎呀，他不是在这儿呢，不是洗脚了，是给阿妹端洗脚水呀。你看，您今天戴了一副啊，这个眼镜啊，而且咱们这个土家妹呢是最喜欢戴眼镜的阿哥。这个眼镜的镜片也特别厚，那特别厚的话，咱们会越喜欢啊，咱们阿妹。因为你留在这儿呢，有可能咱们这个阿妹呢，她会给你啊优待的，会您在这儿啊，还有可能呢会让您啊住的包吃包住，而且呢还有工资发给您。哎，就非常愿意了啊，也好啊。那咱们阿妹就在这儿。哎，那叫啥嘛？那这个娃娃一个头呢，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它会娃娃有一点，因为保护有点像，嗯，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生活的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娃娃鱼，还有湖南省的四大家鱼鱼草鱼鲶鱼鱿鱼啊，还有这边的特产狗鸡小鱼金鱼，鱼类是特别的丰富的。那如果说咱们嘉宾您想看这个真正的娃娃鱼的话呢，那今天啊，白天就在这儿看这个娃娃鱼。难度啊，因为白天的时候呢，光线比较强，娃娃鱼呢一般是不会出来的。在傍晚的时候啊，比较喜欢出来走。那咱们看完这个娃娃鱼眼之后，来看一下咱们游船的左手边啊，半山腰当中呢有一个弯弯的石拱桥。哎，那这个石拱桥的话呢，就是专门呢为咱们这个嘉宾啊，你想对山歌的朋友呢提供了场所。那在那天啊，如果说咱们这个嘉宾啊，你想来的等。这边土家族来对山歌的话呢，那最好阿妹告诉您个时间。像这个农历三月初三呀，是咱们这个土家族人的情人节。那来到这儿以后呢，你就直接就带回去。哎，那刚才呢，咱们在前方的时候有看到过咱们宝公府的旷世美男猪八戒。那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咱们宝公府的绝世美女金鱼小弟。在咱们游船的右前方啊，那边湖岸旁边呢，有一根亭亭玉立、有竹子的石桥，一座擎天。那咱们看到这个。绝世美女呢，那从这个水平面往上面看，大约2米处的位置，那块光滑面积的部分，就是一位美女脸部的左侧面颊。那从那边边缘往上面看，您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尖尖的下巴，紧紧抿着的樱桃小嘴，高高翘起的鼻子，小眼睛呢是微微闭着的。那中上部分啊，眼睛以上呢，这是她高高盘起的。脸型的发型的啊，从发型的走后方来看会更形象一些啊。这个五官呢是非常明显的，光滑扁平的部分是。那第一眼看出什么东西是艺术家，第二眼能够的话，你就是实现家，第三。对，另外一边是。你不是艺术家。哎，那从这边看，哎，从这边看的时候，这个五官是特别的明显。那咱们嘉宾有没有发现，这位美女她的五官当中哪一个部分最有特点？
天这位美女的五官，她的衣服呢是从这个俄罗斯给进口的高鼻梁毛，因为据说呢她爸爸是俄罗斯人啊，当年呢给咱们楚家妹对山歌没有对上三手，所以留在这儿了，后来就有了这么一位混血儿美女啊，都称她为俄罗斯美女了。那如果说咱们嘉宾喜欢她的话呢，哎，就把她拍照带回家慢慢欣赏好了啊，大妹呢，哎，可以送，把她送给望归码头这边下游船了。那咱们嘉宾啊，在下游船之前呢，都可以伸出你热情而高贵的右手，好不好？哎，来伸出右手，转向咱们游船的右后方，给咱们那个漂亮的俄罗斯美女说声拜拜，好不好？嘉宾，您下次有缘来到咱们张家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来到咱们宝公湖来看看咱们这个俄罗斯美女了啊！不要把它给忘记了，放在心里面。那接下来呢，咱们马上呢，游船就要靠岸望归码头了。那咱们嘉宾，首先您不用着急，快把您的随身物品清点好啊！清点好以后，等游船停稳，最下面的地方，中间的地方，那咱们下游船以后呢，侧面上就像个女人一样，望归码头了，怎么过去？有啦，也可以拍拍照片啊，看到没有？山有水，还有俄罗斯美女。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韩国人。雪山气，跟雪山气 ，whatever it's name。好高啊！见。小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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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不起。Thank you.